你这好像带了一个后冠哦。绑好了。各位观众，这个真的好看吗？卡卡卡卡卡，要卡哦。卡。换地方玩喽。准备要去薄荷岛喽。太漂亮了吧！昨天有去前面那个岛附近，珊瑚超漂亮，最赞的就是这个。你们如果有玩跳岛，然后四个点这种，记得在前面这个点待久一点。这个海的颜色真的好蓝哦。对啊，最后收行李喽。哇，好天气耶！原来他们有帮忙搬行李的，然后这个是帮我们订车的，哇 ，Thank you。这里看上天的路上会跟这个导游一样，其实我在开玩笑，真的是不会这么。船票就是这里买。这里有人，我们有问别人，他一半的沙洲被吹掉了，可以不用去。回去的船票也是200 peso 一个人哦。我们给行李给100块，然后公船两个人400块，然后我们包了一台车4000块。这边的，所以这里开计程车真的是一个非常赚钱的行业。有车就是有钱。对，4000块，你看4×6=24，也差不多2200台币左右了。对啊。对啊。哇。有人帮忙搬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Malapaspa。今天风浪超大，船在晃来晃去，刚刚这个还松掉，船长叫前面这位哥过来把它装好，吓死人了。这个浪太大，船长也不敢开太快，刚刚一不小心整个水就泼上来了。我们到了，还要撑船，把船头撑到这。哇，这一面很平哎。好，不知道我们的车在哪。我们的司机在等我们了，可惜不是12人坐的，但是也是一台好车，哇，也是 RAV4 啊，这是 RAV4 吗？我们约10:10开始搭车的，沿途被这个拦住，要我们付50块。现在时间12:40，我们回到西部喽。结果我们在1:10左右就到这里了。买票在那里，还好我们 KK Day 先买了。我跑一大堆人，而且热得要命。先进去，飞越湾在里面，然后外面这里买票，非常不建议在这买。刚刚后面这个路口是要看票的，就是你要先把票印好，不然很麻烦。啊，也许可以给他看手机啊，但是我不确定，印出来会比较方便。然后这里付增岛费，应该是1人20块。这里要看票，才能进来，然后就到这里买增岛费25块。一进来就拿好你的票，到这里划位。然后画完位之后再到这里寄行李，就这样。我们换好票进来了。刚刚他说有2点的船，我们问他能不能换，他说要重买。我们太早来，他才以为是2点。对。然后寄行李的也以为我们是2点的，所以必须要看好时间，尤其你的时间比较特别的。我们现在1:30，然后他2点有船。但是我们要坐3:20的，他可能会搞错，就要特别提醒他一下。啊，对了，我们的大行李还有挖铁箱，他收150托运费。这个表上现在没显示，
但是刚有车的，刚有船的时候有显示2点、3点20，还有4点，还有5点20吧，都还有船。哇，这里有这家店，这个衣服很可爱哦。路口在那，走进来，南侧旁边，这家很不错哦。都很好看，居然还有小朋友游戏厅。必须说这里比蓝屿绿岛的那个码头好多了。我看船票，我们的船，我们上船啦。我们订的是商务舱，在这里更正一下，可以到现场再买票，因为我们刚刚这样在这里等了1.5小时，快2小时。那如果你现场买票，我们刚刚就可以买2点的船票。再次更正一下，商务舱是坐满的，你如果不提早订，搞不好订不到商务舱。这里是准备打船的人，哇，里面冷气很凉哎。我们问了一个计程车，他一个原本开800，然后这个开700，我按计算机600给他，他说 OK。这个嘟嘟车是可以放行李的，不过应该还是放不下我们的，毕竟我们有长蛙箱。到了这个司机的小车车了，这一台 Vios 还不错。我们从薄荷岛到邦劳岛咯。刚刚那个船，我们坐商务舱真的很舒适，大船，然后再推上层，而且还放电影给你看，然后窗户很大。又干净，后面还有间厕所。它座位其实222，就是很好。对，厕所也有卫生纸，又洗手台，就是舒适。离岛的船介绍这么舒服，而且冷气又很凉。对，冷气又很凉，可能要带外套。然后船上会有小蜜蜂，就是来卖饼干。对，那服务小姐拿着一篮饼干、可乐什么都有，水，对，就是让你吃得开心，看得开心。一场看完2个小时电影。而且很稳，对，很稳。也可能是刚刚没风，这里没风浪。对。然后我是睡了2个小时，很爽。哇，这么大一间，一堆人在推销。然后这条进去就是 Aruna Beach。它不能开进来吗？对，它不能开进来。这里啊 ，No Enter 啊。这样也对。No. Can we take a picture? Yes. Thank you. I will check. I will book you. Give you good price. Okay. 这个地方真的跟马拉帕斯瓜不一样，铜臭味都出来了。那相对的也比较安全。那。关于马拉帕斯瓜，你如果不是
潜水要看长尾鲨哦，我建议还是不要去，因为毕竟拉车太远。千辛万苦来的，我们刚刚走沙滩来的。来开箱我们的房间，很可惜这个不能用，他赔了我们一人500披索。耶，进来就是一个，应该是 queen size。哦，还蛮短的哦。然后保险箱，这间其实房间还小小的。然后浴室就这样。小台的，然后我们刚刚是走沙滩来的，还有搭船，整个行李箱脏脏的，来来冲冲，就这样。迷你版，巧克力是我们的，价格在这。哇，这里人就好多哦。啊 ，Alona Beach， 好多韩国人哦。前面有沙雕。我们刚到这里哦，现在要去潜水店付钱。看那个沙雕，哇，眼镜猴，眼镜猴，等下回来再看好了。好。老莫，喜不喜欢这？铜臭味重多了。这才是度假来的地方，那个马拉帕斯瓜是看长尾鲨的地方。我们预定的前店，哎，缴钱21400给他了，老板娘，钱都花光了。他唱得很好哎，可能是台湾人哦。非常的价格的很好。对啊，这样子才是。对啊，这样子才是出来度假啊！老婆想要编发，明天下午来。今天头发洗干净再编。现在头发太油了，我们赶路赶了一天。这样才是度假感啊，每一家都在嗨。这家也有 DJ 哦。按摩，沙滩按摩。这里的餐点。嗨。那边旁边拍照的都写一个 Dolay Bus， 就是要你抖内。对，如果拍照的景点旁边有放个箱子，有我妈最爱吃的榴莲，有放个箱子就是要缴钱，但是都没写多少钱，可能就投点零钱吧。Alona Beach 在那，这里有人换钱了。55.3，我们那里换多少？55.65。对，55.6，没有收台币哦。对，没有收台币。衣服带少一点，来这买。
老婆说这一家是最高级的马杀鸡。哪个？哦，哎，不一样哎。哇，哎，哎，它是波火啊。对，这家很厉害哦，有在地化哦，跟台湾不一样，台湾从北走到南卖的都一样。这家 Seven 非常热闹，但是我们没办法泡啊。哎，也好像有热水壶哎。买回家是啊。哦，我们在这比较难泡。哎，这才20块。对啊，很便宜。就20，一包才12块。我忘了他去哪了，反正他买的。都拿。我们决定去买那个100块一桶水嘛，买了一罐水，这样我们就不用一直买水了。对，没错，聪明聪明。这罐才100披索，你如果在房间喝一瓶矿泉水要60披索，还是80披索。超可爱的哎。这间店很多好买的哦，可爱了吧？这也很可爱，卡夫。这边是我们的酒店外面，然后有在刺青，这应该是用染发剂啦。然后还有转火舞的，超多人。还在游泳。哇，危险啊！哇，还不止一个哎。各国人都有，超热闹。阿姨，公开导播，这里很好哦，来这很便宜哦，你只要。机票飞到宿雾，然后搭个计程车到 Pier One， 再搭船，然后再搭计程车就到这了。不贵，真的不贵。机票第一段计程车大概500块，然后船票大概700块，然后再搭一段计程车也大概500块。Eight lines, four, four. 哦、yeah. ，一边两边。还不错，还不错。800块，我们刚刚差400块，还 OK。老婆，跟他傻傻扮。老婆，你说这个绑头发怎样？它还会加线。这个我不会绑。对啊，我也没看过，不知道成品是怎样。他那个开价800，我们给他杀300，就反正最后成交都是400，没想到也可以。这样不禁让我怀疑昨天计程车是不是没有杀到家。他夹了什么？夹子，小夹子，对对对，就是要夹紧啊。会不会变成鱼眼呢？不会吧。他说绑，糟糕，头发会被拔掉。但是小时候我妈把我绑了颈度哎。这个绑出来好看吗？我现在很怀疑。可以再帮我拍一下吗？好啊。一条好像快完成咯。感觉会变太妹。各位观众觉得好看吗？应该还不错啦。变镜绝对不会压到头嘛。对呀、啊。编好了去潜水，好像很适合哦。这个跟红衣服很像哦，可能我也会哦。什么红衣服？
你这很像带了一个后罐哦。很好。各位观众，这个真的好看吗？卡卡卡卡。哎、欸，这里卖行程的人攻击性很强哎，只要你一经过，他一定会说有需要吗 ，Sir？ 但是你来这边找这种小蜜蜂买行程要注意，听说有被放鸟的，但是钱不要先付，最好去找店面啊。我们要去吃 Jollibee， 就在麦当劳的旁边。这里超危险，行人地狱。哇，大家车子、机车都是乱钻乱钻的，人也是伸手就可以过马路的，比凶的。我们吃这里的素食店 Jollibee， 422块，两个炸鸡套餐。老婆，你好像很容易被攻击耶，所有有卖东西的人看到你都先走，都往你这走。我们去 Seven。泰国头丑死了。他现在觉得很丑，他后悔了。旅馆的卫生纸超难用，我想说一包不才10块，结果这里卫生纸好贵，这 Seven 自有品牌也要50块。这个三个才一半。我们之前跟那个弟弟买一条250是怎么回事？他还买了一大堆。这件杂货店可以换钱，下面有便宜。你这钱不够来这换，非常坑，1:1。不过这个应该不是，这个是黑市吧？这里也有一个猫咪区。大家看到老婆都会热情的招他进去，这里能逛的小店非常多，这里就是在沙滩上。